天捞了饼子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饭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欢迎又开始做饭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午饭。今天准备做一个杂鱼焖锅，然后这个是一条回鱼，然后买了几条这个叫什么白条，反正我就想煮到一起。这个等一下给它切一下，还没切。然后准备了豆腐，还有芹菜、辣椒什么的，还有金针菇和小白菜秧子，那个是打汤的。然后这个是凉拌黄瓜、拍黄瓜，准备好了，就是还没有拌。把那个鱼剁一下，围裙要系上，不然等一下崩了一身的那个。今天的菜有点多，我准备中午做了，然后吃不完就晚上热热就行了。然后今天也没打豆浆，咱们打一个那种素汤。先买的这个回鱼是一斤重的，我是在网上买的，我这两天不想跑出去买菜，太热了。把鱼再给它洗一下。好久没有做馒头或者是饼子吃了，今天用这个和面机，哦，面包机和了一点这个发面。我这个面是用自发粉和的，然后是一斤面粉半斤的水和的，等一下做那个烙饼吃，让它放到这里先发酵一会儿。先来把豆腐给它煎一下。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爱吃豆腐，然后每次煎豆腐的时候，如果要是把豆腐煎成这样焦黄焦黄的这种，就会看得心里特别的舒服，然后很想吃那种的。煎好的豆腐先给它捞起来。剩下的底油来煎一下那个鱼，放点姜丝在锅里。先放生姜后煎鱼，就感觉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去腥。把这个鱼摆进去，先不要翻，慢慢的煎。煎鱼的油有点少，放点猪油。加一点猪油，它这个油就变成了混合油，然后煮出来的鱼也会格外的香一些。鱼快煎好了，拎起一锅，把煎好的豆腐放到里面，然后这边的鱼再翻个面，然后稍稍给它煎一下。煎好之后就可以把它转到那个放豆腐的那个锅里面去了。我这个锅是珐琅锅，做这种包煮出来就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们没有的话，也可以用砂锅来代替。这个还是昨天烧那个鸡肉的黄焖酱汁，就直接把它浇在上面，一袋儿全部放里面，然后开火加水焖煮，可以放一点金针菇放到边上，那一起煮。盖盖子焖煮它就好了。忘记了，还有这个鱼没放进去，好晕。这应该把鱼放好了，然后把那酱汁放里边了。这个算了，放都放了，就这样吧。重新盖盖子焖煮。现在来捞饼子，用这个电饼铛来捞。这个面也发起来了，给它拿出来。看这个面发的还行，把面给它稍微揉一下。两个合成一个算了，我还是烙三个大饼子。煎这个面稍微薄的有那么一点点的硬。烙那个饼的时候，把这两个饼胚也给它擀好，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烙了。切开看一下这个鱼炖的怎么样，我是用小火给它炖的，可以稍微火开大一点点，再盖着盖子让它多焖一会儿。把饼子给它翻个面，再烙一会儿就熟了。来拌一下这个黄瓜，放点盐，放点白糖，放点生抽，放点醋，然后放这个花椒油，这个青花椒油我都买了好久，没有吃几次，来一小勺，最后再淋一些香油，然后给它拌拌就好了。好了，凉拌黄瓜，这个饼子熟了，先给它拿出来，放下一个，继续烙。烧一锅水，准备煮那个青菜汤。
感觉这个电饼铛烙饼子还是挺快的，像我这样的饼子也就大概三四分钟吧就烙熟了。把饼子给它切一下。每次做这种发面烙饼都会忍不住吃多，因为这个饼子真的是很好吃，它外面是那种脆脆的，然后里面是软软的那种。今天烙了饼子，水煮开了，直接把青菜给它捏断，然后扔里边煮就行了。这个啥都不加，杂鱼焖锅煮的差不多了，揭开看一下，把这个青红椒还有这个大蒜给它放上面，还有这个芹菜段，再盖上盖子给它焖个一两分钟，这个青菜汤就煮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，把它关火。最后一个饼也熟了，把这最后一个饼给它切开，我们就准备吃饭了。啊，这里面，看这里面的豆腐，这个豆腐特别特别好吃，刚刚尝了一口。咱去吃饭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饭。今天的饼子看起来也好吃，这个锅子里面煮的也好吃。特别丰盛的一餐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吃饭了。嗯，先喝一口青菜汤。哇，这个青菜汤，嗯，怎么了？就是我记得之前我煮面的时候放了一点这种青菜，然后喝的味感觉那个味道，跟这个一样。你那煮的是清水面，我这个是清水汤。因为天气太热了，不想喝咸汤，就喝这种清淡的。嗯，也挺好吃的。来，炒成豆腐。这里面的鱼，给。嗯。嗯，这豆腐好吃不？挺好吃。是不是特别特别好吃？嗯。豆腐真的特别入味，昨天拌了黄瓜，今天又拌了黄瓜，黄瓜排骨，拿这个饼蘸这个汤特别特别好吃，把这个汤浇在这个饼子上面，这种鱼汤泡饼特别香。妈，这 Q 弹的是啥？鱼皮，鱼脑袋上面的。鱼脑袋。嗯。这可以是吧？可以啊。哦。那是鱼皮，挺好吃的。这个鱼也没啥刺。你昨天大牙掉了，你咬这个饼咬得动吗？咬不动，我用右边的。然后我左边的那你还好痛，香，多吃点，今天做的菜很多。嗯，这里面的这个回鱼蛮好吃的，然后今天煮的这个白鱼条，这个白鱼条没有这个回鱼好吃，它这个太多刺了，而且肉很老，感觉没有那个鱼的嫩。刚拍着拍着，手机温度过高，拍不了了，中间都没拍。现在已经吃好了，我儿子又去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。然后那个菜基本上吃完了，好吓人呢。然后这个白鱼条我把它捞起来了，因为刺实在是太多了，感觉不放这个还好吃一点，其他的蛮好吃的，就是这个白鱼条刺多，然后肉有点老，它味道不好。这个今天放在里面真的是多余，你们要是尝试的话千万别买这个放里面一起炖。这个鱼就我感觉还是只适合干煎或者是油炸，所以这个就放到晚上再吃吧。今天真的是吃的太撑了呀，自己都被吓到了，主要是今天做这个饼子蘸这个鱼汤真的好好吃。好了，我准备收拾桌子洗碗去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了，谢谢你们观看，拜拜，下个视频见了。